镜头转到台湾，前总统陈水扁涉嫌国务机要费案，经理性宣判，国务机要费部分独追陈水扁变数。啊，不过吴淑玲因为牵涉到洗钱，去被判两年。今年四月，前总统陈水扁亲身召开国际记者会，讲伊牵涉的国务机要费无不法的所得。伊甲太太吴淑玲被指控贪污着国务机要费，案件经十六档再次来宣判。因为立法院在五月底三读通过着会计法修法，甲国务机要费相关的缓刑拄罪，判决亲像外界预期，牵涉着国务机要费案的陈水扁、吴淑玲、马英成、林德训等人拢免诉。被告陈水扁、吴淑珍、陈正慧、马永成、林德训、蔡明哲、郭玄庆等人，有关国务机要费部分，被诉侵占公有财物、诈取财物、伪造文书、洗钱等部分，均免诉。陈水扁甲吴淑玲等人牵涉着国务机要费、南港展览馆、龙潭买地、洗钱等四大案，经过并案审理甲发回了后，再次是经理性宣判。吴淑玲因为另外牵涉着洗钱，被判刑两冬。后生陈志忠还佫有新妇黄瑞锦，即是因为龙潭买地甲南港展览馆牵涉着洗钱，判一冬还佫有十个月有期徒刑。黄瑞锦会当缓刑四冬。扁案或许也是一个时候让他可以告一段落。暂时陈志忠无回应，马英成手机关机，但陈志忠过去被问到，台南市议会通过直下陈水扁是有讲过，希望阿扁的案件对社会所造成的丰富会当真正过一个段落，是非的公告拢交予历史来评断。专案经理信为2012年开始审理，一度等到陈水扁被外就医，还佮吴淑玲健康无好，经理信经过10冬才宣判。记者王刘婷、明昭权、陈信龙。台北高雄报道。